恭喜啊，我的老板黄董，你看他在直播已经明确的说出来了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一次的电商抖音电商峰会，我派师傅去的，兄弟们，本来邀请是我，但是我想啊，给师傅几个露脸的机会啊，去啊，多露露脸，让兄弟们多认识认识我旗下主播是多么的优秀啊啊！他背了一个稿子，背了两个晚上，兄弟们脱稿的，兄弟们啊，师傅的小杨哥呢是脱稿的啊，那个稿子我也有指点一二，对我就跟他说啊，我就给他提供了一张纸啊，他给他脱稿的啊，背了两天的，兄弟们非常认真，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，师傅发表那些话，兄弟们啊。我从师傅的苦心。怎么样啊？好，下一个你来。小黄卖饼最近卖的怎么样？哎，是我这有小刘。怎么老是抠鼻屎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每次来你这老是抠鼻屎，你搞得我好恶心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师傅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鼻子，抠鼻屎。哎呦，这手把也好看。哎，师傅，你看，用这个炒泡面，看这个泡面呢，哎呦，这锅拿起来炒。哦，你看那个锅铲，你看这锅铲，哎呀，多漂亮！这个叫啊，你瞅瞅，哎，抠鼻子抠的好恶心呢、啊。哎，这个看我舌苔痛不痛？哎，这个我舌苔看看，哈、啊、哈，最近还是有点健康的，吐干叶干配有吃，舌苔。你看我舌头好看吗？好看啊！嗯，再给你加一个，来加个那个，我砍啊！这看一下这锅，这锅可以哈、啊。哎呦，师傅看，这个质量，哎呦妈，质量非常非常好，兄弟们啊，这个316啊，兄弟们看，还是很轻，怪轻的，兄弟们。哎，不错，为什么都让我看有吗？你看那锅，这锅多好看。好看吗？漂亮吗？我今天一箱15杯，39块9上车。对不对？我也可以吧。这样只要握着手吸管喝，这样不会烫。啊！师傅，这是……师傅，你舌头出血了。舌头出血了，我刚才咬了舌头去了，咬了出血了。师傅，等一下，有送出的。你怎么吃东西啊？这肉呢？烫了，太烫了，好吃。我这个牙缝干牙缝，肉面。肉面。你吃个面还能掉？哎，肉面，真的。漏了，不好意思，太好吃了，我牙缝大漏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小王没事吧？我牙缝大，你知道吧？小杨哥给奥尼尔老师表演我们三只羊的企业文化。我来帮一下。哦，他来帮忙。这我头没了。好，没事。咦？兄弟，没事。好，辛苦了啊！好，辛苦了。你这围的，我靠！来这好这么好地方，我喜欢，我要收这腿。那这可以，你还好吗？别急，这逼也急，这玩意比我厉害很。来，老王进来，这水这水，准备啊！来，老王进来，干一杯，干吧！这个水啊，准备，放哥。阿文，你插头哎！卷头发，你手都没了，兄弟，他脸都没了，大哥脸都没了，救命啊！
飞。我的妈！我感觉我感觉我人都要飞了啊！我刚才是晃的，脚都快离地了。我总是不懂得哭泣，伤痕留着飞机，瞒着我心的开心，却是我怎么出息。今天这样，我们咱们下来，下次咱们就三个人约约去健身啊！一个你就不会放在我身上，好吧？那以后。我给你包圆了啊！来，不怕再做了啊！就是姐夫干什么？他经常熬夜，姐夫是要传吃的，姐夫哥，所以我就叫姐夫。嗯，你不能没大没小，怎么了？我就要这个姐夫，姐夫，这个东西好，晚上去咕噜咕噜。咕噜咕噜，可以。咕噜咕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欠我们一次咕噜咕噜是吧？对，他上次答应我欠我们一次。你自己私下跟乔薇约，你没约我。好啊。我等我。好。成。哎，慢点。你听我讲啊，你听我讲啊，乔妹以后别跟他玩。乔妹，我什么时候私下跟你喝过一次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不听我讲话讲完啊？你说，我跟他什么时候私下约过一次咕噜咕噜？没有，他欠我。我话没讲完，你到现在就直接说我。哦，好，我还以为你是这种男人。我是这种男人，我什么时候不带你？你是我师姐。好，我不得把所有都给你啊？乔妹就所有都爱都给你。乔妹也是我的喽。他给你们之间有爱情吗？你们会有家吗？你们有小 baby 吗？没有。那么好了吧，不带给我。醉酒坏了。我喜欢美牙，他对我喜欢蜡笔。小心，你想姐姐，娜子姐姐。我喜欢小白。你长得也挺像，你长得啊。小花啊，不止要哐哐刷礼物啊。啊啊，是这意思是吧？啊啊。明白，懂了啊。我的妈，还送的是什么？送的浪漫恋人，拿回去。我的妈，浪漫恋人，给他恋人照应。来，浪漫恋人在这。浪漫是榜一，猎人在这。妈呀，吃个饭！哇，真美呀、啊！你看这皮肤，吹堂哥，我近距离特写都不过他的。啊，你说几个要是亲在这张脸上，哎呦，那得，哎呦妈呀，基因真好！我说我妈的基因真好，我没有这么好人啊。我妈的基因不是你的基因吗？啊，咱俩不是同一爹同一妈吗？啊，你不对，把我当成比基啊？哪里当成比基啊？对。你要干嘛呢、啊？太多，不要！哎呀，你看阴阴怪，那比奇这两下阴把比奇给迷死了啊！就阴这两下比奇，奇哥迷死了，奇哥在镜头面前傻笑。三，来你看，二，奇哥这次是你以后女人凶你的样子，你记住了啊！喂，对，向翔跟马上开播，耍100万人过来，开直播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跟翔哥打电话了啊，看不到，看看他在耍牙，你看不到，我给大家耍一会儿。这样行吗，兄弟？小黄也会耍牙，行吗？来耍牙。